师傅，没有声音哦，好，没有声音对。好，那我前面这边再重新讲一次哈。好。对，声音没有连过去，没有传过去。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呢，在菩萨戒本经，菩萨戒本经跟瑜伽菩萨戒呢，它是意义本啊，他们都是有列后面的这四种。那他在讲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他在这里的回答里面呢，他讲到戒本是戒本，菩萨戒本经是出于地支经的。地支经呢，他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地支经，就是三界经哈，他把杀盗淫妄，杀盗淫妄呢，再合上这四众，这总共呢成为八众，而且出家的八众。就是在这边的那些橘生啊，因为在菩萨三界经呢，它是橘生来受戒，所以它才会叫做出家八众。那善生问经就是指这边的优婆塞戒经啊，优婆塞戒经它是有列的这六种。善生问经呢，它列杀盗淫妄啊、污酒，还有什么说是众过，这个成为优婆塞的六众啊，这它就优婆塞戒经又叫做善生经。梵网经呢，它具备了二经啊，它具备这两经之一呀、啊，所以总共呢加起来有十众，就是它广明了十众了哈。它就是具备以上这些这个的意义呀，所以我们讲到梵网经呢，它是什么？你看三圣经是不是属啊？那个三圣经是属，那三界经呢是橘生，所以他讲到梵网经具这备两个，表示什么？生熟都可以受，所以总共这些加起来，把这两个把它统整以后，总共有几条？十条。所以他这里就在解释说，梵网经呢，就是具备生熟都可以受，所以的总共呢，就统合了具备这两经生熟都可以受的这菩萨戒，所以总为十众。这在解释这个的意思的哈。那下面讲到璎珞一头，那就是璎珞经。再看到这个表里头有没有？菩萨璎珞经跟梵网经菩萨戒呢，其实两个都一样，这个十众。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讲璎珞经也是一样，良莠所披之机呀不等，因为我们所披及的这根基不一样，所以呢详略有不同。我们上次有讲过啊，因为披及的根基不一样啊。你看菩萨璎珞经跟梵网经呢，他们的十众都是一样的，那可是因为披及不一样，这两个虽然通道属啊，但是璎珞经呢，它的什么地方跟梵网经不一样？清戒，他的清戒呢是要八万皈依啊。那梵网经菩萨戒呢，它是比较具体的啊，列了比较重要的18条。这就是因为根基不一样啊。你根基，假如你要受菩萨璎珞经呢，那表示说你的根基一定要很利啊，这么很微细的地方你都要注意一下交别啊。所以是很不容易。所以你看，它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菩萨戒，其实就是针对了不同的根基不同的根基。但是在这些针对不同的根基呢，可以通道属的，就是梵网经菩萨戒，这可以通道属的。另外呢，瑜伽菩萨戒，这个是也可以通道属的，跟菩萨戒本经、优婆塞戒经，它是橘属，但是在优婆塞戒经呢，就是三圣经这28轻六众28轻这里，三圣经的经文里面，它本身有说呢，它受了这一个菩萨戒。那应该叫做受了这个菩萨法，受了这六众28经的菩萨法，他可以为什么？可以作为将后受菩萨戒的准备。从这句话经文里头的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他本身是不是菩萨戒？不是，他是菩萨法，所以就让大家知道说，
这六重二十八经，它只能叫做菩萨法，不能说是菩萨戒哈，等于有这个根基，你一次要叫他吃这个四十几条十重，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很困难，所以他等于先学一部分，先练习一下菩萨法，哎，做着觉得好像还可以，然后把自己的菩提心也磨得，好像还可以哦，然后才可以再进学啊，比较广泛、更加殊胜的真正的菩萨戒。所以就是说，有的初学呢，先学这个三界经，其实这边呢，只能三生经啊，这只能说是叫做菩萨法，就是说不要把它误认为它是菩萨戒，就不再进去，这样就非常的可惜了，就是希望这样只是受三生经的人呢，的这个菩萨法的人都能够继续的学习啊，真的能够尽受菩萨戒。所以他说根基不等啊，所以呢详略有殊啊，有不一样。那现在呢，菩萨戒本经只列四众啊，又有三种意义。为什么只列这四众？菩萨戒本经啊，大家把这个表要熟悉哦，不然跳来跳去，这样跳哪一本，记不起来哪一本。这菩萨戒本经啊，菩萨戒本经呢，它只列什么？只列这四众，有没有？菩萨戒本经只列这四众。戒本呢，只列四众啊。富有三义。那么下面呢，第一个，在家呢欲受持啊，因为在戒本经，我们讲到这个无余伽菩萨戒是一样的。那余伽菩萨戒我们才刚讲过，就知道余伽菩萨戒呢，在受戒的仪程里头，他一定先问什么？于先所受什么？声闻戒，你是不是有没有手持清净？有手持清净才可以什么？你才可以继续进行你的仪式下去你才可以那个后面的冥界相，已经手持精进都能够手持清净了以后呢，他们才能尽受呢一切菩萨戒所以有的人以为呢一切菩萨戒哇，哎呀，他没有六斋日的要求，他没有就觉得他好像比较轻松比较好，或者有的人就是跟我讲说呢，哦，他上面写的规定比较少。是他没有把很详细的去，因为在中国的话，大家是都是以发挥经为主了，所以历朝以来，大部分都是整个传承里头都是受的都是那个放往菩萨戒，都是放往菩萨戒所以呢古来都是放往菩萨戒呢被祖师大德呢所弘扬，所以对于他的什么样子开车吃饭大家遇到的问题什么这些等于是他们所去阐扬的，跟去著书先写的就比较多，大家就会更清楚说他的开车吃饭，不是他比较反复。我们这样上到今天呢，前面所有分析那个所犯境里头机缘成犯，一切菩萨戒要不要有？一样有啊，对呀、啊，只是那边在那个历来比较少人弘扬。即使有弘扬，都是只是比较很简略的这样讲讲而已，都没有。你看，放往菩萨戒呢，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这么大力的去跟大家解说弘扬，基本打垮等一下现在的人呢，不是叫做乐简，就是应该叫做怕复杂，懒得想，所以每次到那一段都是什么，就跳过去的不管学的人讲的人，到那段就跳过去，就懒得去理他。所以就会觉得说，哦，你念了一切菩萨戒比较简单，不是它比较简单。其实，你真的对两个菩萨戒都很清楚的话，其实一切菩萨戒是比较难的，因为它一定要对声闻戒要什么，手持精进，于先所说要手持清净，你才可以经受。你那边没有达标的话，是连受都没有机会。那为什么法王经菩萨戒它是比较披集的众生是比较广，历来都被祖师大德所弘扬？你看，他连捐杯碗软动，只要能够解语，就通通可以送。对，所以，幽冥界是从哪里发展出来的？放往菩萨戒发展出来的。所以就知道说，其实放往戒它的披机是比较广，它是比较容易去做到的。只是大家会觉得看到它很难，是因为它古来祖师大德的发挥跟弘扬很多，所以留下来的资料的这些很多，你就觉得。很难，就让人家觉得望而生畏。事实上，放往菩萨戒在手持上面的话，其实它很多的标准
是比在一切菩萨戒里头是更加的宽广跟弹性的哦，因为它体积是最广的。所以他说这个菩萨戒本经里头为什么只列四众？因为在家人呢，他想要受这个瑜伽菩萨戒，然后就是戒本经的那个，一定要先什么？必先受五戒，而且在受戒文里头讲了，不止先受五戒，你还要什么？受持清净，已经能够受持清净了，上手了才算的。出家假如要受持戒的话呢，一定要至少要先受什么？十戒或者是什么具戒，而且是要手持精进哦，先所受身闻戒是要手持精进。杀盗淫妄，既然这个都是根本性重，那个从在家五戒到出家十戒、具足戒，通通都是有的了，所以他才什么不需再更练，所以他是不需要再重新练，而不是只说他不用持，不是说哦，我受瑜伽菩萨戒，我就可以持。不吃，不用前面的不杀不偷不偷盗，哎，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哈。那这样起不动之后，你受完瑜伽菩萨戒，你还有杀生菩萨，不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哦，他只是不需要再更练，因为他的要求就是于先所受的，于先前你所受的声闻戒都要什么受持清净。所以他现在不能够给供啊，那放网菩萨戒跟璎珞经呢，他为什么要讲的那么繁琐，那么，因为他脾气很广啊，你可能都是什么君非软动，人三皈依的阿婆哎，你就可以直接受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一定要跟你解释得很清楚啊，让你能够去所持。啊，所以这边在解释说，因为。所以他不需要再更列出来啊，所以故为列此增上戒法，所以就是只有列了后面的这四条，后面的这四条啊，不占自障毁他啦，这四条的增上戒法，就是在声闻戒上面再增上的，都给出来，再增上让你要进增上为菩萨的，就是列这四条的增上戒法。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菩萨戒法顺逆无方啊，为众生故，容可少分现行性罪。好，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我们有时候在解文的时候，假如我们对前面的这些戒，你的了解是 NF。讲一就是只有一，没有把它融会贯通，没有真的懂的时候呢，到这里你看到这一句，你就绝对不知道在讲什么了。菩萨戒前面这个菩萨戒法呢，顺逆无方。什么叫顺逆无方？哎，动脑筋想一想，什么叫顺逆无方？逆顺无方啊。方是什么？遇到这个怎么去思维？方是什么？方向规则，规则表示说它是有一定的规矩的。那一般的戒法，声闻戒法是不是不能杀生？几条罗娘啊，就是不能杀生，对不对？性罪啊，没当啊。就是一个规则，可是菩萨戒呢？怎样子的话可以杀生？为持悯他，持悯这个被杀者，持悯这个被杀者要去杀的人，要去伤害的人。所以你看，对于顺的是不是你要去救那些被杀的人？啊，逆的是不是你要去杀那个杀人家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看，你没有一定的规则。啊，对于是顺的，是逆的，它没有一定的规则，只要什么就可以了。为众生故，你是真的是为众生。为众生的话呢，
就可以如何融合什么？少分现行性罪，哎，这里看清楚哈，你可以少分的，少分哦，不是全部哈，就是只有那几个特殊的状况去开源的现行的性罪，就是你在这里对于利益众生的权衡它的轻重，哦，到底孰轻孰重，哦，这个不可能说你杀了这个要杀500人的人。你就都没罪，性罪上面有没有？有，所以他开源的开的是什么？戒的罪啊，可是因为殊胜功德啊，所以在你的业报还没有现前，因缘果报还没有现前之前呢，你就什么？你已经先成就了，所以成就之来，再回来成缘再来的时候呢，你是以当时跟他结的这一份逆的缘，你现在可以变成什么？度化他的缘起，哦，所以这个叫做他开的开源呢，他容许可以少分现行性罪，现行就是你现在前行嘛，你的行去走的性罪，不是过去生的，是这一生的性罪，哦，什么叫性罪？即使佛不自戒，有没有罪？啊，佛不自戒是有罪的，啊，什么叫遮罪？什么叫遮罪？不要犯到性罪，对，遮止他不要犯到心罪，而且他遮止什么？积险，众生的积险，这个叫做遮罪。所以这个遮罪呢，就是指佛还没有自戒之前有没有罪？没有，佛自戒以后才有罪。所以他是不是跟本身性罪有没有关系的？有的关系，就是为了要跟不要去。他本身不是性罪了哈，本身没有性罪，哦，好，那我现在再跟他讲，性罪本身里头，什么样子的是属于性罪？是不是里头一定有什么贪嗔痴的？贪嗔痴是不是性罪？贪嗔痴本身的心念是不是性罪？哦，记得哈，哦，啊，记得。贪嗔痴本身是性罪，我们讲到身口意性罪嘛，12业对不对？就是性罪嘛，身口意啊性罪啊，这是因为所以贪嗔痴它是属于性罪，要把所学的东西全部要串接起来哦，不然到下一句可能你就会倒台哦。好，我们看到继续往，此之世界理无开许，就出来了。前面他讲到呢，现在的这四条戒，前面不是都有开源吗？为众生故，为众生故嘛，哈，为众生故呢，你就可以杀生嘛，少开少举的性罪嘛，偷盗啦，来自于淫欲嘛，为度淫女嘛，哈，啊，来自于妄语，啊，这四条戒。唯独这四条戒，理无开许。这些四条戒没有开，那表示这四条戒有没有开源？你看哦，他讲到前面那几条戒，他为什么这里要不列这四条？他前面那些不列，原因是前面那些杀盗淫妄这些是不是为众生故，容许可以开什么？对啊，这四条戒理无开许，表示他有没有开源？表示他有没有开源？你反悔这四条戒，我会这样问你，就是说，有时候你要是被人家比较细心的人，一问你可能你会完全无法回答。我就要问你说，那这四条戒有没有开源？怎么样？
你看，你翻到前面的一条就可以你这个。了。好，那个第十条，方三宝戒为遮止，好，没有开源。那再往前呢？有没有开源？有没有开源？方便念你的。啊、哦，你看前面有开源了哈，啊，再来嘞，再往前还有没有开源？会让你这样子，啊，还有有没有？哎，开源可多了嘞。那请问这四条比无开许是什么意思？而且人物说有啊，他也有开源啊，为什么要独列这四条？哦，遇到这样子就是要去思维，然后翻回前面去看，你想一下，这样子呢，啊，他不会不清楚。所以理无开许是指说他没有开源吗？不是，所以是指理无开许什么事情？你顺前面那一句看下来啊，前面开许什么事情？哎，少分陷阱是，所以这里理无开许，无开许的是什么事情？对，无开许的是性罪，这样子听懂了哈？他没有开许的是指没有开许性罪，这样子了解的哈？杀盗淫妄正是性罪，不贪不嗔不痴这是性罪，这样子了解了哈？好，那我们看到杀生戒里头的，我们讲到每一条戒，啊、哦，这里听清楚哦，每一条戒，他要犯那条戒，或者是开源那条戒，这个是不是都是在跟杀心有那条戒要成就，是不是什么？我们讲到心境相当即犯正作正罪，对不对？那在境里面有各种境，那心里头我们讲到有两种，对不对？一个是当境的心，另外一个是最重要的结最关键的是什么？造罪之心。啊，造罪之心，开源的地方，它开源的是什么？它开源的是什么？开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开源你什么？心境相当的时候。开源，你记得哈、哦，所谓的开源，开源就是开源，它是开哪个地方？当我心境相当的时候，什么不犯？没有不犯戒，开源呢，心境相当，不犯，记得哈、哦，开源叫开源，心境相当，不犯，啊、哦，再切到一个地方，那个忘了写，你们翻开那个这张哈、哦，十种因缘法业薄业表，法王经的因缘法业哦，在这里看一下，好。请看一下，看一下你们讲义的《法王经》的因缘法业。好，现在在因缘法业里面呢，啊，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造罪的因？我用这个，绿色的啊。来这边呢，有没有看到造罪的心因？
阴心，我们讲到心境相当嘛，它最重要的是什么？阴心嘛，对不对？阴心，那阴心呢？这个阴呢？杀戒的话呢，是怎么样的心？它的阴心是什么？欲前人命断，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心？杀心嘛，对不对？好，杀心，所以他心境相当，本来犯罪心境相当，是不是有杀心？好，前人命断，这样叫做心境相当嘛。那道呢就是什么？道心，对不对？淫就是什么？染污之心就是什么？淫心，对不对？妄语就是要什么？欲狂他的心，哦，欲狂，最主要是有妄语心起心欲狂骗他，这个是为主哈。哎，为取名利呀，哦，为取名利这是他的因呐，哦，这是他的原因，但是他为了取名利，他起了什么？要欺骗人家的心，哦，所以他的因心是不是什么狂心？哦，是狂。狂心、淫心、道心，好，所以他造成他性罪的原因是不是这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的开源性罪，开的是什么心？为众生故，我要杀他的时候，我有没有杀心？有啦，你的太公伊要杀迄五百人，所以我要甲我无杀心，要来甲杀死。所以我杀他的时候，有没有偷杀？没有杀心？有，所以，但是我要杀他的心呢？我虽然对他是有杀心啊，可是呢，我对他是什么？怀着慈悲心去杀他，这样子了解了吧？哈，他是怀着慈悲心去杀他，所以这个叫做开源性罪，因为原来他是不是他的因心，这个是造成这个性罪的嘛？哎，可是因为为了众生故，所以啊，他可以开源这个杀他，有吗？所以在做杀盗淫妄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样为众生杀的时候有没有杀心，偷盗的时候，有迄个毒药要去害人，所以我甲偷摕去，好让他事不果遂。虽然我为了他，为了利益他，我把他偷偷拿走，有没有盗心？有，这个叫开源性罪，这样了解吗？我为众生开源我。有杀心，有盗心去做这些事，有淫欲心，他也的确已经跟交了啊，对不对？这样子或者也真的是有想办法，没那个骗，这样再个骗出来，啊，为了利益他，所以是不是他都是心境相当？所以开源性罪的意思就是说心开源心境相当，不犯，这样叫做开源性罪。这样到这里听懂了哈？那我们看到后面这几条，后面这几条，自赞毁他，看得到，请问，这四条，这四条呢？自赞毁他，他真正他的心境相当，他的心是什么心？贪利之心。那奸细加毁呢？他是什么心？比吝西施心，哎，啊、哦，吝的话其实也是贪呐、啊，哦，贪跟嗔都有，哦，贪跟嗔都有，哦，所以这个是贪跟嗔都有，他就会遭到这个罪。啊、哦，嗔心不受毁，他是什么？最主要是什么？嗔的，哦，愤恨就是嗔心，啊，毁谤三宝这是什么？邪见，邪见也是什么？根本烦恼之一，所以什么叫做不开源性罪？贪嗔痴，我们刚刚讲贪嗔痴是不是叫做性罪？贪嗔痴本身就是属于性罪，
贪嗔痴本身就是属于性罪，所以这四个为什么不能开源性罪？不能开源，它里头的开源是，它的开源有没有开源说，我以贪利之，我开为了众生，我以贪利之开源，你可以以贪利心之心来自忏悔它，没有嘛？它没有开源，你用贪利之心来自忏悔它，它只有开源什么？啊，你可能为了要破外道啦，你要如何？那时候有贪利之心吗？有没有？有没有心境相当？没有，因为你看哦，杀心，你是用什么心杀嘛？他有没有讲到你是贪心杀、嗔心杀可以开源？没有啊，他讲到你以慈悲心，然后去什么起杀心去杀他，所以他开源的性罪呢，杀盗淫妄这些本身你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它本身呢，你是用慈悲心而不是贪嗔痴心。所以表示杀盗淫妄，他的犯戒心本身是指这个性罪，指我要去做那一件事情的心，并不是并没有论及贪嗔痴心，这样子了解吗？他没有论及到贪嗔痴心，所以他为什么他可以开源性罪？他的性罪的造成是因为杀心造成的，盗心造成的，对不对？他的性罪的造成。淫心的话呢，你看在淫欲里面，它不是有开源呢？你不受乐吗？不受乐有没有贪？对不对？不受乐没有啊。所以你知道吗？杀盗淫这个到妄语，你注意哈、哦，这个都是属于在什么身口业啊？我们会造成性罪的会造成你的。真正有业果，是不是牵涉到心？因为这个都是属于在身口业哦，包括沽酒，它是属于遮罪；说四众过，这个也都还在口业，这些都还，它的造罪心都还在什么？都还在是属于身口的部分。所以它开源是开源的什么？你要知道，它开源的是开源在什么？菩萨什么叫做心地界？所以开源就是开源，说我以慈悲心。去做了这样的身口业，所以这个叫做开源性罪，这样子听懂了吗？我是论心的，菩萨是论心，所以呢，是我是以慈悲心，所以去开源的身口的性罪。所以为什么后面这几条它不能开？后面这几条的犯戒的都是什么？身口还是意业？虽然它的造罪工具是身口。可是他的阴心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是意业的贪嗔痴，杀本身他并没有他讲到你是他属于贪还是嗔痴嘛，他并不在贪嗔痴规范里面，杀就是只是我起起的动作，安尼拍，这就是你起心去做这个动作这样，他并没有在列在是你是以什么样的心嘛。啊，可是后面那几条戒，它的造罪的因心的部分，刚好就是用就是贪嗔痴，所以他讲到不开源性罪的原因是他没有开源这个，这样你们听得懂吗？哦，这里要心比较细腻才会比较看得懂他的开源性罪跟你前面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前面就是在身口，所以他开源我是以慈悲心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我起杀心去杀了，还得诸功德；我起偷盗去偷了，还是得诸功德。哎呀，好，我去做淫欲了，哎呀，还是什么多诸功德？你为了度众生，为了满足他，他没有讲到说你要是受乐就如，哎，因为他这个地方呢，他就是为了利众生。哎，妄语，你也是的确，你是有心的去做这样的防骗的。哎，说罪之心也是一样啊。哎，你是用慈悲心去说罪，用什么心？其实他不论及你说罪，这没有牵涉到贪嗔痴的问题嘛。啊，可是后面这几条戒本身就是他的造罪心，就是根本烦恼贪嗔痴痴慢疑二戒，就是在根本烦恼里头，所以他不能开源性罪。这边可以以你不造罪的，你就是你的不是属于烦恼心。去造的，所以都还可以什么开源？
这样听得懂吗？前面的那几条罪，那几条重戒，他开源性罪的原因是他并不是以烦恼去做这件事的，啊，因为他的犯戒的因心并不是在我们的属于六个根本烦恼里头，但是后面那四条戒呢，它本身的犯罪心不是在于前面那个做自忏悔他那些行为的问题，而是他的犯罪的因心，对，前面那些其实都是属于你用什么方式在造罪而已，他的因心都是在什么？造罪的因心都是他属于六个根本烦恼，所以你当然不能开源啊，你开源哪有人？我很慈悲，所以呢，开源贪心去做什么事，这不行开源呐、啊。所以为什么讲到后面那四条是什么？为遮不开，是指为遮不开什么性罪，这样子可以听得懂了哈。哦，所以跟前面那四条戒里头也有开源如何如何，有没有相抵触？有没有相抵触？没有啊，那四条戒也都有开源呐、啊，对不对？开源的方便律令比条幅了，开源了啊，如何如何，对不对？都有开源啊，哦，所以它是没有互相抵触的，这样听得懂了吗？可以哈，哎，这因为这里就是要对这个界比较熟悉啊，它的这个关系呢，啊，你才有办法去了解什么这句话所指的意思。所以它很像礼无开许，所以礼无开许这边呢，你旁边写一下。没有开许，无开性罪，他是没有开许性罪，哦，他没有开许性罪的部分，好，所以他说讲到说礼无开许呀，故独列之，所以呢，他单独呢就是只有列了这四条戒，只知四戒礼无开许呀。所以为什么这两部菩萨戒里头呢？他就只把特别把这四条列出来，因为他不开心罪。第三个呢，根本四重罪啊，就是杀盗淫妄这根本四重罪呢，一犯永堕啊，你一犯的话呢，就永远什么，你就是断头啊，就永远堕落，没办法再重受了。所以受五戒、十戒的具戒的时候，都是什么？已经以明思义，都讲得很清楚了，而且你都要手持很好，才可以进受菩萨戒的啊。哦，所以他就不用再说了。哎，大乘些教门啊，在大乘法里头呢，虽然通忏悔啊，虽然是可以忏悔，但是呢，也都必须要什么？必以什么见好相才可以重受，见好相为起。在声闻界里头呢，你忏悔忏到见好像呢，只是什么，灭你的什么业报罪而已，能不能还有生用？不行哈，你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再重受，就是无生用。但是大乘菩萨界不一样哦，你忏悔到见好像的话呢，见相为起还可以再什么？再去重新受，因为菩萨戒它的戒体是什么？敬畏来记的，敬畏来记。那你犯到重罪，只是什么？你的断头，只是因为它不会再起功能了，因为这么强的造罪的心，这么强的烦恼心，所以让你呢，这个戒体累略到，没有活力了，没办法起功能了所以这时候呢，必须要用忏悔到见好像，让自己的这种的心呢，能够。重新发起啊，重新再发起，让我们的戒体呢，它的功用就可以再重新有力量。此之是法哈，这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自赞毁他啦，拣起加毁这四个呢，犯虽失戒啊，你犯的违犯呢虽然是会失戒，犹堪重受恐烂前世，恐你混蛋前面这四个根本重罪啊！就是说这里的犯呢，虽然是失戒啊，虽然是失菩萨位啊，说菩萨的这个名啊，但是呢，还可以再重受，你还有重受的机会啊。恐跟前面的这个性杀盗淫妄的这个重罪呢不一样啊，恐怕呢我们跟前面呢去混乱，说混蛋呢，所以呢故独列之，所以他。
单独的去列出来，因为最主要是我们讲到后面这四条啊，它最重要都是以我们的什么，烦恼心，烦恼心啊，烦恼心为什么忏悔以后可以重受？你烦恼心烦恼心去犯啊，那你烦恼心不起的时候，是不是你就是持戒了？起烦恼的时候就是犯戒嘛，你不起烦恼的时候就是持戒了，所以允许你重受。可是前面呢？请问你把人杀了，那个人会不会再回来？不会啊！你把人赢了，他还会再什么？才会恢复他的清白吗？没办法啊！你那种偷盗对别人的亲属，你不要以为我赔了钱，赔了钱你给他的精神损失，你有办法去赔偿哦。所以就是说，前面的这些性罪的这种行为呢，跟后面贪嗔痴是不一样的哈。前面这个的话，就是对于众生的伤害性比较大哦，所以呢，这个重罪啊，这个性罪比较严重。那后面这个是纯粹只是他的所有这些行为，其实最重要的原因都是为了自己的什么，满足自己的贪嗔痴心所以呢，后面这边呢，可以通忏悔了。可许再重受，所以它独立字。那《法王经》里头啊，他讲到犯众呢，都必须要见好相，在后面清戒里面有讲嘛，就必须要见好相。在清戒第41条，就是必须要见好相才可以再重受啊，就是犯到波罗提菩萨呢。这个必须要再重见好相才能重受，这个是由于什么？释迦如来啊，就是世尊呢，是大戒和尚。大戒和尚，我们讲过了，菩萨戒，大戒就是指菩萨戒啊。大戒和尚的意思就是菩萨戒的什么？德戒和尚啊。我们菩萨受菩萨戒呢，德戒和尚是释迦牟尼佛啊。文殊菩萨是做什么的？这个我以前试过了，问过100次，考倒100次。两个我们不容易记得清楚的时候，要领就是以后你只要记一个就好。你要硬把那两个都发去记，你绝对两个都忘记。看哦，那个什么，我们在声闻界里面啊，这个做结膜的话，都要选那个什么。五德嘛，一定要对这个结膜法都要怎样，很精通的，而且对这个结膜是非，我得前测这是不是要什么要很高，智慧要很高，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要请谁来？这样你们就记住了。你看那个众生是不是难服难调？前面两个五，那对众生一点爱，做五。慈悲心，爱做无奈心，所以这样恰恰，安尼考题啊嘞，啊，本票再忘记了所以他说呢，正由呢，释迦如来呢，他是菩萨戒的德戒和尚啊，一往立法所以他在立，德戒和尚在立法的时候，当然要比较严格一点啦，所以呢。一向来他的所制定下来的这个戒法呢，不得不严了就必须要严格啦那我们讲到弥勒菩萨是怎么样？慈悲悯众生啊，哎，众生难调难服啊，哎，谁魔法讲的是大堆啊，所以呢，他也既然做教授啊，这里呀、啊，你得爱安娜，慢慢哄，慢慢骗啊，说说诶，说说诶，露露诶的哦，所以呢，他必须要什么，轻重，轻重诶，开遮呢，要什么，理虚详虚呀，要很清楚啊，一定要很清楚，轻重开遮都要很清楚的啊，这个人呢是需要说说诶，这个爱爱安娜，嘎嗲嗲嘞，这个要很清楚的，理虚详虚呀，详虚就是很熟悉呀。那精准诸经论呢？精准诸经论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你看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经有论？一切菩萨戒就是论嘛，有经诸有论，所以这边讲准诸经论就是指这样，它是指这样的意思哈。准诸经论，
啊，参合发明啊，互相参考啊，就是合在一起哈、啊，这样子呢，去把它什么发扬阐明，发扬阐明，当知啊，我们就知道了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些菩萨戒把它整合，推出结论来，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这么多了，推出结论来呢，就可以知道呢。啊，杀盗等事就是杀盗淫妄啊，哈，杀盗等事呢，谁犯一种，谁犯哪一种呢，都是什么？诸戒并失啊，表示菩萨戒都失去了，因为这是根本重罪。你的无啊，是戒体不起功用了嘛，你离开嘛，也持不起来。这么严重的是菩萨戒，这个伤，看杀罪伤菩萨戒的，你都犯得了了，啊，表示那个菩萨的心啊。你这种利众生的心呢，其实一点不起，那不起作用了，所以才会什么诸戒并失，它的原因是这样，嗯，表示你那个戒体不起功用了，所以诸戒并失，所以为什么他要求要得见好相，啊，要得见好相呢？啊，你这种忏悔真的有把那种子心呢，啊，去降下来了，把心力呢，持戒的心去提振起来了，得见好相呢，大可从受，大可从受就是大就是大乘戒。在大乘戒里面是可以重生的，啊、哦，声闻戒不行啊，声闻戒就没有生用了、啊。你即使见好像，只是灭你的业报罪而已啊，哦，还是没有生用啊，也都不许再成，不能再重受了。啊，比丘法中呢，就是包括比丘尼里面哈，啊，包括声闻的在家的这些五戒里面，啊，人无生用，就没有办法再为生了。孤酒等六，从孤酒是遮罪嘛，孤酒以后面这六种呢，谁犯一种，谁犯哪一种会失菩萨戒啊？具戒以下呢，不名为师啊，就是说在具足戒以下呢，啊不名为师。就意思就是指说啊，例如说你是属于是那个沙弥菩萨，或者是五戒菩萨，啊，这个虽然是犯的这六种呢，谁犯哪一种的话呢，可不可以还有生用？沙弥还可以哦，就是你可以重受啊，就是忏悔以后去重受哈，哎，那五戒呢也是一样啊哈，五戒的呢你也不会失去掉什么你的优婆塞优婆夷的这个位次啊，所以他说不明为师啊，因情悔过呢，许其重受。好，此二经所以互相引略啊，悲相为也。所以这此二经呢，其实就是在指什么？菩萨三戒经，菩萨戒本经啦，就是瑜伽戒，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传戒的两个主流，就是瑜伽戒跟什么放王菩萨戒啊。不管他写十众、四众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啊。他在解释，就是在解释这样是不相违背的，没有冲突的啊。所以底下呢，作者啊，李元净居士他做了引这个《毗尼后期问辩》里头做了这个案语呀、啊，他说呢。大乘啊，大乘戒就是菩萨戒，它重在什么？内因。所以刚刚讲的，它为什么可以开源性罪？我的内因，真正的内因是什么？慈悲心，是慈悲心。啊，虽然我的造罪心是杀心，可是最重要你的两个因心里头呢，是谁为主？内因，内因就是你真正的心里的想法，我是慈悲心。啊，我想要甲杀这个造罪，就是做这个杀的这个心，杀心嘛是无，那个是叫做造罪的心。啊，这个那个什么慈悲心或者贪嗔痴心，这个叫什么？我内心里真正的想法心，内心叫做内因。啊，可是后面那四条为什么不能开？后面那四条的内因跟什么造罪的心都是什么？是一样的，都是贪嗔痴啊，所以不能开的原因是这样。哎，可是前面那里能开始，因为他的造罪的心，并不是跟我们的内因的心是不一定一样的，哦，这样子了解哈，哦，所以他开源是开在这边，所以他说大乘呢，他是重在什么内因，
你的内因只要是对的，没有烦恼的，你是为众生的，为利益众生的，不是为自己的。贪嗔痴就是为自己呀、啊，啊，你是为众生的，慈悲心就是为众生啊，所以是重在内因，所以才可以开远性罪。大乘是重在内因。那现在的律师呢？啊，与人受菩萨戒呀、啊。在对人家受菩萨戒的时候呢，可知其内因真否？是不是在受菩萨戒的时候会问说什么？汝是菩萨否？发菩提心位，为什么要这样子问？最重要就是让你去提醒你有没有发菩提心，连菩提心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呢？那这个可不可以还可以还不可以可不可以帮他受戒？不行哦，不是他会回答就帮他受戒哈、啊，所以就知道了。现在在受菩萨戒呢，真的不能滚蛋，我们是刚刚鼓吹起来。这个其实真正，假如是这个人适不适合受戒的话，我们都其实正规的话都要像我们在做在受出家戒前面，你要入堂之前都要做一个什么？要审戒、审罪、审核你到底有没有懂，你到底清不清楚这个戒？哦，你不清楚你出家干嘛的？那这样子是连你受戒的资格都没有的，好，然后才去审罪，你该有犯的有没有忏罪？哦，啊，也一样啊，你对于要说菩萨戒的人，还是要说五戒的人，一定要什么？要去审核，审核到底他有没有资格？哎，他到底懂不懂？哦，不是哈、哦，啊来了后狼飞的喝的那种，不是为了办活动，这样子佛法会灭。哦，我们一定要慢慢要建立起一个正见的观念啊，所以他讲到呢，这个为人受菩萨戒，可知其内因真否？所以这个一定要去审核，一定要去审核。连菩提心他都讲不出来，也不懂。当然，他骗你的话，那是他自己欺骗的心。可是他到底懂不懂？骗你，最起码你问他，他还可以懂。他懂，他要骗的话，那是他自己造罪。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他内因真否。如或不真呢、啊？明德戒佛，假如他不真的话呢？这样子能不能得戒？好，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在受戒的时候，传戒的法师、顶戒的法师是不是就要问你说：“汝是菩萨否？发菩提心位。”所以他一定要先了解你到底懂不懂菩提心。哦，啊，你懂了菩提心，问你发菩提心没有？你回答有，那戒师还是必须要把它当做什么啊？你是有，因为但是你造罪，你没得戒，是不是你的事情？这是你自己个人戒。好，那既然这个仪式这样子过了以后，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仪式过了之后呢，但是真正的有没有得戒？没有得戒。没有得戒的话，假如他犯了十重，要不要以十重来定其罪名？这里在问，就是在问这样。一波，他没有得戒啊，那他假如有犯的话，是不是要以十重来定他的戒，来定他的罪了，好，那下面就是回答了。菩萨戒结摩文里头，在受菩萨戒的结摩文里面呢，他说呢，这个传戒的人啊，必须要具有什么？具备观察当机的法，所以为什么有一些都是说你要受戒要传戒什么秉戒要找五德，五德就是对于这个戒法要很清楚，然后对于众生的根基也要什么也要清楚哦，所以最好的审核就是其实菩萨戒的话不只是说不是把课上完了就，其实就是等于是一边上完一边就是看他到底看受果，你准备这个你准备怎么吃？哦，像以前我们在传的时候呢，哦，为什么？那以前我们在传的时候，我们都是把上课呢，尽量就是变成是一个礼拜可能上一次、两次这样，把时间拉长。拉长的话呢，你才比较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学的怎么样了，是不是？乃至于到受戒前、传戒前，我们就是他其实那时候传的时候，上课的人其实都还蛮多的，可是真正到最后审核，他们确定了真的有受的。不，并不多，我们就讲这个受戒不是说
很多人叫做很好，哎，你有的你觉得哎，情况还没有到觉得适合，你不要说了以后就又开始后悔，开始慌张，哎，你可以慢一点，还没有不是只说以后永远不行，哎，就是说你可以慢一点，所以我们让他都了解了以后，确定他们也都懂，就上课都会对答，都觉得懂了以后呢，哎，然后因为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互动，可以去观察。哎，看他的整个的背景环境什么，哦，知道他哪几条线，嗯，这样持这条线你有没有问题？哦，像有的人他要持斋呀，要做什么啊，还是吃素什么，他有没有问题？就是要了解说，哎，你遇到这个领带你怎么去克服？哦，或者是他们家就是什么屠宰业的，你要怎么克服？你是不是你要这边讲到说你要去观察当机之法，他有没有办法去克服？哎，就是你要去跟他什么？要去审核，好、若不能知其内因呐、啊，假如你都没办法去审核、去了解啊、去观察的话呢，而妄相传授啊，这时候还要什么？还要解一个什么无解作诗之过啊？你不能无解作诗嘛？看菩萨戒里面讲，你不能无解作诗啊，哦。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定是要了解，不是只有说哦，你知道这个进程是什么哦，少仪轨这样子啊，就全部都这样跟着这样子做啊，就开始哦这边也在疯传传戒，你传戒你当戒师的话，你一定要有相当的一个了解，不能就是说通通不了解，尤其是啊教授跟结盟等等跟禀戒，这个都要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不免呢无解作诗之过啊。那比受戒者啊，因为你在受戒、那受戒体的当下啊，你到底是什么心？有的人他可能了解了，他也有发心啊，可是你受戒时阵安那度孤，还是讲哦，毕竟你受戒时阵呢，跟外面呢跟谁什么有一点摩擦了，跟他的同样的这些来受菩萨戒的有一点摩擦，有点什么了，结果你进去呢，跟你生气，哎，还是讲听到一个啊，你家里发生什么事？你个你雄心啊，贪嗔痴心不善或者不善心或者无忌心中呢，是能不能发戒？不能发戒，哈、哦，所以不发戒不能发戒的。其实这包括声闻戒也一样，哦，声闻戒也一样。你受戒的时候呢，你是要很清楚的，才能够纳受戒法。不是拢跟着在那边回答有无啊，那啊，经过那个仪式，你就可以发戒体。哦，所以就是要很清楚，包括说，在这个结膜的进行中，那个结膜是什么？他们在进行是什么意思？你要懂。这个所有的出家众呢，参与第一场结膜就是你受戒的时候，虽然你当时是被20师的审核的对象，但是你这是你第一次参与结，必须要懂得结膜文，因你创啥？你才能得戒，你结膜文的意思都不懂，都听不懂，那你根本你怎么在那冲出来？你不是功夫也要拜完，你怎么得戒？那是不得戒的，好、哦。所以这边讲到，虽不发戒，虽然他没有得戒呢，但是他有没有什么烂因菩萨之名？那、啊、他混烂菩萨之名，打罗马公以及啊，一些修菩萨戒，哎，所以判罪的时候还是要什么依法判罪，哦，还是依法判罪，哦，就是就判罪来讲。就是依法判罪，虽然他是不得罪，啊不得罪呢，不得戒是不是在他个人，啊人家以后再排说，哎菩萨戒的到这边来，伊嘛是刚造鬼啊，对不？所以既然烂因菩萨之名啊，所以他当他有违犯的时候，也是要什么依法判罪，哦他犯了十重罪，好那就去除菩萨的名字的这种名称，就是这样，他的依法判罪指的就是这样，既然烂因菩萨之名。这跟在比丘戒法里面，在出家戒法里头不一样哈。出家戒法里面呢，你没有得戒，在僧团中住呢，就是要以什么贼住，以贼住论啊。所以跟前几天镜子问的问题一样哈。你看，就在僧中一样啊，僧中的话呢，主要是僧住啊，僧住。那在家居士呢，在僧团中呢是可以以净人，净人的话就是同僧事，跟大众生一起做僧事呢，那有
可以同住啊。其实，在博士的时候呢，他们以前进人跟在僧团里面呢，他们是分开的啊，就是进人有进人的住区，跟僧团事实上虽然都在同一个僧伽里面，但是是分得很远，分得很清楚的啊。因为毕竟在僧团里面，有时候会就做一些结某一些事情，你全部混杂杂居在里面的时候，这样子呢，有些时候这个是众生的这种烦恼习性啊，久了熟了以后就忘了是谁，忘了你的角色，然后其实有些时候已经是会有这种的倾向，会有这种的倾向，得住的倾向会出现，就是你最后觉得说我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有些时候你也会去争取那种平等的利益等等这些，哎，所以久了不自觉就会这样来，自己就会干预生死，干预这个决定，哎，去参与啊等等，这些其实在很多的生死病住的一些僧团里面都会有出现这样。这个贼住的话，其实等于是在里头造的罪，反而比修的功德还要大啊，哦。所以为什么在佛寺的时候，这种僧团的考量、僧俗的这种考量，进人的话，他们在里面好好的扮演进人的角色也是功德无量，但是呢，他进人是有一个区域的，是区域的，是不能混杂住在一起的，因为在出家界里面呢，进人的住区呢，有很多时候出家众也都是不能进去到里面的，僧区你们很多地方你们也都是不能进去的，哦，你们能够共行共住的地方可能就是什么？大殿呐，斋堂呐，图书室、自课室而已，其他的地方都是不能混着的啊，都不能混的，包括说这些预测这些东西，就是真正就长期的住来说，不是偶尔法会哈，法会那些都是没关系，那个都是一时间的法会因缘，大家同生世的因缘，法会居士其他居士来，这些有一些地方共用，不要在规范里面啊，规范里头啊。假如其他平常没有那个稳住的话，其实真的懂得律法，到底怎么样才是最好？对，那我们在学佛了一辈子，不要功德没修好，造了一背了一大堆的罪业的话，你说你要往生净土的话，不是最后丧事有人办了就好，是你最后你带着这个业，只有业随身，哎，能不能往生净土？哦，因为现行业是不能往生净土。这些都是要去考量，就是怎么样才是在我们这一生能够彼此一生对我们的道业是最好。不管你在修学经法各方面，哎，不要我们在讲那个观经无量寿经的时候，都一直跟大家强调，因为以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错解了那个意思，都以为说上品上身就是爱出家，然后也到年纪大了就赶快找个地方来出家，有的出家就住在家里面，只是为了要贪的那一个这样，那是不对的，不是这样子的，那都解错了。哦，你好好的，你原来这样子的一个护法的话，你很熟悉的方式的这种生活方式，你也可以很用功的。很多在家居士，你看古德啊，很多的这些在家居士，他们这样子很好好的这样的护法，他们的那种用功，最后成就也都是很好，哎，不亚于出家众。哦，哎，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不管于戒啊，或者是于我们自己修行上，乃至于是在大乘的这些经论的法门里面，就是要很清楚，才不会在这里呢，是以这种俗世，就是在俗世的这些人情，或者是俗世的一般的这些见解的看法哦，去安排我们的这个生活哦，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相当的遗憾跟缺失啊。哦好，那再来就是十众戒，就是到此圆满的。所以说，佛告诸菩萨言呐，以说十波罗提木叉，已经讲了这十众戒，波罗提木叉境呢，这十个别解脱戒圆满的。哎，记得哈，我们不要把境解释成结束了。讲完结束了。
哎，皈依佛境，皈依法性，皈依身境，不是皈依完了哈，皈依圆满了，皈依一次圆满表示什么？皈依正开始而已，是皈依是近未来际的事情啊，所以圆满，哦，这是波罗蜜圆满的，正好你要开始持戒，要开始跟讲完了，就是要很圆满的去学习了，更的去守持了。那48轻呢？经当说，就是底下就是讲48轻戒。好，我们看第一条，不净师有戒。哎，若国子啊，欲受国王位时，受转轮王位时呢，百官受位时，这时候呢，你应该要受菩萨戒。那下面呢，这个莲，那个莲池大师法引这一边呢，讲到呢，为什么这边就是特别去讲啊，这时候要受菩萨戒，那我有没有受国王位？没啊，我有没有受转轮王位？没啊，啊，我有没有去受百官位？那你要不要受菩萨戒？要哦，所以这里要特别讲到说呢，这些受欲受国王位的时候，受转轮王位、百官受位的时候，你看可以去当国王、当转轮圣王、当百官的。是不是表示他的福报什么都会什么很具足的人？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福报具足的人，要不要做菩萨戒？要。所以更何况安娜，更何况你的阿伯不具足的人，你更应该要受。你看这些当国王的、转轮圣王的啊，或者百官的，他们什么这些王官通通受菩萨戒的，是不是可以上行下效？上面的以身作则，下面的人会不会学佛？会呀、啊，所以你看我们上次不是看那个鉴真律师嘛，那个电影《跃马天朝血泪史》啊，来看他到日本之后呢，日本什么天王请他什么跟百官受菩萨戒，请他受菩萨戒。来看日本天王请那个鉴真律师为天王跟那个什么百官受菩萨戒。底下的这些百姓会不会学佛？会，所以当时呢，那一场呢，受菩萨戒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这就是会有上行下效的这种作用啊，其实就可以摄化一切的众生。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呢？经文戒文里头呢，他要这样子讲所以我们看到发引那边修道者啊，我们讲要修行呢，赖师而教啊，无师自通的人很少啦，那是缘觉根基啦，自己看这些飞花落叶就可以开悟啊，我们大部分都是有人教呢，我们就可以事半功倍啊，可以节省自己很多的这些精力，赖师而教啊，知有而我们是讲哦，你家己学啊，孤学无友啊，这样子的话就会孤陋寡闻，所以能够知也是助啊，就是要有朋友的相助。来什么？来辅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什么？哎，更能够什么？进步得更快，学得更好。所以师长跟什么朋友，就是同行的朋友，这很重要。知呢，就是凭借，凭借，就是其实跟赖也是一样，赖也是凭借，就是凭借着师长来教导。要凭借着什么？你的同行的道友来什么辅，就是助，帮助啊。凭借，凭借这个辅呢，就是助，帮助。可以这样子的时候，修道可以这样呢？善果所由尽也。善果表示什么？这个好的果报啊，什么所由？所由由就是因啊，有所什么？有所因，哎，由就是因啊，有所因而能够什么进步啊？所由的进就有所因，陡地的观音呢，有这个推动力的就可以进步。有所因呢而进步了。傲不可长啊，防于尽善啊，就是傲慢啊。
傲慢不可以张扬啊，因为它会妨碍什么？妨碍呢？妨碍于精进修善，它会妨碍精进修善啊。所以我们讲到我慢共高的话，怎么样？拔萃不入啊，哦。所以为什么这个不净师有戒呢？它会放在清戒的第一条哦，因为要让这个菩萨戒法这个法水能够入呢，第一个要先降伏慢心哦，所以呢讲到傲慢不可长，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一定要净师有，所以第一条先什么不净师有，不净师有戒哦，故列所以呢列在48清戒的什么第一条。好，第一条，那维大师的合注里头呢，他说呢，一切受佛戒的呢，所有受佛戒的人，皆因什么敬重师友啊，敬重师友，讲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啊，所以大家同行善知识也都是我的师友，啊，互相恭敬，互相学习啊，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啊，所以呢，皆因敬重师友啊。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刚才那三个啊？国王啊，转轮圣王、百官，因为有这些爵位的人，比较容易什么生什么骄慢心。我讲讲，我国王，我凭什么我还去那边求受戒哈？去那边跪拜去求受戒啊？因为他容易起骄慢心啊。你来听我的呀、啊，我那就去听你讲，就起骄慢心。有爵位的呢，容易一生骄慢，故偏举，所以他特别偏就是指唯独啊，偏举就是你特别的去举王及官，不管是国王或者是转轮圣王啊，举王及百官呢，来作为什么？戒就是戒慎啊，警戒。意思就是来作为这种教戒啊，就表示说，这个国王都上去要降服下来，他的这种的王的这种同理一切的这种的心呢，很谦虚的来什么求受菩萨戒，更何况其他的百姓。所以呢，就是举王跟百官为戒，不是只有王跟百官才可以受菩萨戒哈。所以下面发言里头，他讲到呢，大乘的戒本呐，大戒本就是大乘的戒本是什么？是同道属的啦，它是道属都可以受戒，而文中啊，然后这个文里头呢，他独举，就唯独就是举王跟官来，必须受菩萨戒呢，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举？这条戒特别举这个呢，因为呢，出家呢，就出家人来讲呢，是以什么师友为父兄嘛，师长如父自己的这些其他的道友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啊，出家呢以师友为父兄礼智应尽啊，所以其实在出家界里面也都是一样这种师资相授篇里面这种的恭敬尊重，其实已经都有这些的规范了，不待言顾，不用再多说了。另外呢，僧尼无位啊，出家众哪有什么爵位可言啊？这个出家的番外啊，贫僧什么都没有啊，所有的都是什么啊？这些都是过路财神，是什么？这方便度众生的这些全方便而已啊，所以更没有这些爵位啊，所以不会生这样的傲慢心啊，不出家叫什么起士？起士，你的心要低下来，你才什么办法？什么？上其佛道，下以起士来滋生啊。所以呢，傲慢比较不容易生啊。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做这种起士啊？起法起士啊，其实就是要什么相顾我们的傲慢心。所以本身呢，这个地方就傲慢比较不容易产生。王官呢，国王跟这些百官呢，有权有势这个。骄聚义气啊，这个骄慢啊，倨傲啊，这种骄傲、倨傲、骄慢、倨傲呢，很容易生气啊。所以呢，易朴而辞篇，它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要什么人受？所有的人都要受。他的意思是要普及所有的众生，通通要受。可是他在不止通通要受菩萨戒，而且通通要怎样？都要恭敬师友哦。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要普及一切的众生的。可是他在用词上面，他是偏什么？偏指受国王位、受转轮王位、受百官受位的时候受菩萨戒，应当受菩萨戒。哦，所以他讲到故意，他的意思是要普及所有的众生的，可是在词用词上面呢，他只有偏指国王。他这边，藕益大师就是在解释为什么，哦，不是只说只有国王他们才需要受斋戒，岂曰僧侣可以不进食有乎？他的意思哪里是说僧侣就可以不进食有？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哎，不是只有百官这些才要进食有，是所有的受菩萨戒的。通通要什么？都是要守这个不净食有戒。所以他说呢，这些弱佛子要受百官位的时候，受转轮王位；百官受位的时候，应先受什么？都要先受菩萨戒。所以刚刚讲了，你上行下效啊，这些虽然是讲王官了啊，实际上是涉及所有的一切众生、一切的百姓。所以他说呢，这些百官啊，这些国王呢，假如能够受菩萨戒的话呢，一切鬼神可以什么救护王身呐、啊，那还有救护什么百官之身。所以这个救护这两个字是只有救护王而已吗？没有哈、哦，就是什么鬼神都可以救护什么救护王身，啊，也可以救护谁百官之身。哦，是指这样，是通缉到百官之身，所以应该说一切鬼神的救护王身、百官之身，王身就顿号，就会更清楚，诸佛欢喜，诸佛都欢喜，所以只有这些鬼神只有救护王身跟百官之身吗？表示其他人说菩萨戒会不会鬼神会不会救护？也会哈、哦，也会的，也会鬼神庇护的。这些王身、百官之身啊，假如有这些幽冥庇护的话呢，是不是可以让他国家就治理得更好、风调雨顺？因为有太多的这些大自然的灾害，这不是我们人力，你都太高，立马你的领导力再好，你能力再强，有没有办法去克服解决？没办法，这些都是要靠什么？哎，鬼神的护持啊，哎，诸佛的加倍，鬼神的护持啊。所以他说受戒的话呢，藕益大师何处有？受戒则什么？不必幽冥啊，不必幽冥就是指幽冥，幽就是看袂着诶，冥就是看会着诶，表示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有形的甲无形的啦。你受戒呢，这个福德呢就可以什么庇佑呢，不管有形的无形的呀。都会什么？都会受你的福德的庇荫，所以鬼神要不要靠近你？哦，在你的边啊的地球，受到你的庇荫，所以他要不要好好的把你守护好，让你好好的持戒，哎，让你好好的可以过日子。要啊，他一定要救护，你好，伊得安那，他就得庇荫。哦，所以为什么这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会？为什么会鬼神庇护啊？因为你受戒的福的这种福印啊，福印可以对有形无形的，通通可以什么啊？名扬两利啊，就现在的意思，名扬两利啊。所以鬼神都要什么？都要一定会守护你啊，会支持你的。那、啊、怎么为什么能够诸佛欢喜？我们讲到以戒为师嘛，戒能够弘扬的话呢，戒能够住持正法。哦，所以这是弘护法化，哦，你持戒就是什么？就是弘扬戒法，弘扬戒法不是把佛法讲出来而已，也不是把戒法讲出来，你本身持戒本身就是弘扬戒，所以呢，弘护啊，弘法护法，这让所有的这些教法戒法都可以教化众生，所以诸佛会不会欢喜？欢喜呀、啊，所以这边讲到诸佛欢喜。
所以呢，他说承上戒呀，啊，应受者，已有此意呀，啊，哦，就是说啊，以上这些戒呢，啊，我们啊将来受戒的啊，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利益呀，啊，哦，所以这边讲到说什么，应先受菩萨戒。国王、转轮圣王、百官受位时，应先受菩萨戒。加上要先受菩萨戒，为什么要加上应该受？因为有这样的利益呀、啊。你可以名扬两利嘛。那你将来要统领一个国家，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了？哦，哎，所以呢，也一定为什么要讲到应受？哦，为什么？哎，这里应该要讲到，应该是这样念的、啊，承上啊，承上念呢、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讲到这个菩萨戒应受者。承上戒，为什么这菩萨戒应该受呢？啊，是因为有这样的利益呀，啊，可以促成救护诸佛欢喜，所以呢，应该这样子受，要受菩萨戒。鬼神救护者啊，鬼神救护呢，五戒呢，五戒上有25神来拥护，啊，五戒25神拥护，这个故事我们讲过好几次了。不守戒法的话，那个25神就什么跑光光，跑光光啊，所以要好好的持戒啊，就会鬼神守护。五戒上有25位的这些善神发愿要拥护啊，更何况菩萨戒，每一条戒法都会有什么护戒、守护戒法的这个护戒的护法神啊来守护，所以呢，我们就好好的持戒啊，就是。很多事情不用怕。啊，况菩萨戒，更何况菩萨戒这么多条，我们好好的持呢？啊，诸佛欢喜啊，为什么可以诸佛欢喜呢？此戒是什么？我们讲到这是什么？千佛共说嘛，啊，千佛都是相承的啊，相传承的啊，都是流通持戒的，都是一时顿至，全国都是皆相佛国道统的。唯其普度，只是希望你看千佛是不是他只希望什么普度，收为囊中来修。所以你看《梵网经》为什么古德一直都是弘扬梵网菩萨戒，因为非常的符合菩萨戒的精神，是不是捐非软动，会不会遗弃？不会哦，这就是真的是菩萨普度的这种精神，唯其普度啊，所有的众生都通通通的来好好的持戒，受戒哈。所以呢，现在能够受持的话呢，今能受持啊，您不欢喜，这个诸佛当然能欢喜呀、啊。你能够受持好啊、能够受持，能受能持啊，所以它是什么？哇，诸佛通通欢喜，鬼神护啊？为什么鬼神会护持啊？因为鬼神呢，我们刚才不是讲的吗？幽冥都能够得到你的福，受戒的福德的庇应嘛、啊，所以鬼神通通会欢喜呀、啊。都会来什么来守护啊？那鬼神守护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什么身心康愈？康愈就是什么康健呐、啊？就是康健，就是指身体就会健康啊，身心都康健。这个用康愈来形容的原因是其实就我们一般人来讲就是健康啦，康健。那这个康愈呢，是以前就是在形容帝王的。啊，就会讲到康愈，啊，就用这样的语词啊，因为是承上面，他是讲到啊这些王冠，所以他这边才用这样的用词啊。哦，康愈就是康健的意思，所以表示不止国王啊，讲受戒的话，鬼神护可以身心康愈啊，那其他的百姓、其他的众生可不可以身心健康？可以，国界安宁，所以他就会知道这是因为前面是讲到国王，所以才就国王这样来谈。底下这里哈，就可以身心康健，而且可以什么国界安宁，兵革消啊哈，可以什么阴阳调顺啊，阴阳调顺就可以如何风雨时就是指风雨已时啊，灾厉不期，好对不对？就是风雨都能够应时啊，该透风的时阵会透风，莫叫是无风无摇叫做好吼。无风无雨的时阵，啥物都会来。啊，小黑蚊啊，对啊，像那个小黑蚊啊，或者什么蝗虫灾啊，哦，这个，
啊，你不是说都没有霜雪就叫做好，也不是叫做都没有不会旱大太阳就做好哦，要风雨雨时啊，该有的时候要有，该停的时候要停哈，该多一点要多一点，该少一点要少一点，这个风雨雨时啊，风雨雨时才能什么灾厉不起啊，这些风灾、水灾、火灾、蝗虫灾等，利就是。我们在回向不是都是这样回向吗？风雨雨时，灾厉不，或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或者是灾风雨雨时啊，啊，风雨雨时就可以怎么样了？啊，灾厉不行，利刚刚安尼吼，加写在上面啊，这些风灾烽火啦等等这些啦，啊，这疾病啊，流行病等等啊，灾厉不起呀啊。风雨一时就可以灾厉不起，这是不是最该信的事情？庆之至也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情啊！哈，这是庆之至也。你们这个版本，阿爹刚加起来，阿爹搁有呢？你们后面还有没有？在里，还有哈、哦？啊，他这个 PDF 啊，怎么没了呢？好，我们下面继续讲哈、哦。哎，后面是怎么样？诸佛喜，哎，他这个的给人家剪掉了，怎么没了？有吗？在哪边？哦，在下面哦，下面这边庆字塔啊，我以为怎么没看到啊？诸佛欢喜呀、啊、哈，诸佛喜呢，则福田弥广啊。讲诸佛欢喜的话呢，啊，福田就会什么更广啊哈。诸佛就是我们种福田的最大的福田呐、啊、哈，就更广啊。慧海增深啊，怎么的智慧呢？啊，就像大海一样啊，可以增广。现身这一生啊，智德高隆啊，道德呢都是非常的高盛昌隆啊，很高很昌隆啊，当来呢，将来可以什么？你持戒就可以如何妙果成就，其实就是可以成佛了，这就是什么善之至也呀啊，这个是才是最好最好的事情，善之至也啊，最好的事情哦，所以呢，就是在说。叙述呢？为什么他这边举王冠啊，应该受戒，就可以得到这么大的利益？所以我们一般的什么百姓更应该什么上行下效，通通要这样的受戒，那更可以什么？哎，国王百姓都如此的时候呢，那更是能够什么风调雨顺啊。所以风调雨顺不是答案啦，摆一个单，咱们亮起来啦。风调雨顺的，大家好好的去实践菩萨道，就可以风调雨顺。那我们今天时间呢，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大家好，我是徐